长江汉口站水位创21年来的新高，武汉市全面封闭江滩，为行洪创造条件。这江水已经涨到什么程度了呢？直观地说，长江二桥附近的观景栈道和知音号游船码头已被江水淹没，您平时散步跳舞的那些地方也大多没了踪影。滔滔江水已经冲上了长江汉江交汇处的汉口龙王庙观景平台，水火无情，长江一旦发起怒来，龙王庙也都被大水淹没了。因为疫情，武汉封城；因为汛情，武汉封闭江滩。对武汉人而言，这都是头一遭。2020怎一个封字了得呀！封闭着实让人憋屈。好在武汉人已经习惯了这种很有效的防守方式。就像一位市民说的，担心肯定担心，但是有政府在，我们只是配合就行了。的确，想想几个月宅家的日子，短暂告别一小江滩也没什么难熬的。遇到困难，武汉人也特别会开导自己，用武汉话说，以江水的火量还在乎此以外。待到汛情结束，武汉过关，我们再相约江滩漫步，翩翩起舞。